对，来，全部人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来。啊达那咿呀咿，悉尼达德阿德勒达罗咪。二、三、来。啊达那咿呀咿，悉尼达德阿德勒达罗咪。再一次，三、来。啊达那咿呀咿，悉尼达德。会咯，再次来。我们没有 performance 跟 art 的概念，在台湾族，我们只有 life 生活，死了就唱死的歌，治病就唱治病的歌，想念你就唱想念你的歌，两个夫妻离分离相相思就相思的歌，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有工作工作歌，诅咒歌这样，都其实它都是有功能性，它诅咒有。那呀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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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他的妈妈就说：“我已经把他送给隔壁村的某个哥哥了。”啊？为什么？定情啊！啊，他妈妈就帮他定情。这么的。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：“我不要去他们的村庄，太远了。”因为他不喜欢这个男的，所以他就说：“那路不好走啊，啊，很远啊，不喜欢，不会直接讲，对，会想家，舍不得妈妈啊。”他妈妈说没关系，以后会有车子载你。老人家，你知道吗？跟老人家相处很简单，跟他唱歌。他今天你看我在那个现场，我也唱歌。就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我是年轻人，但我可以唱你的歌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。